生乐手越意暴怒，一秒暴走好可怕。我以前真的对小孩很有耐心，可是现在我刚说妈你帮我挖饭，然后整个就是不会自己挖，是不是看到我老公说看什么看，高丽菜就是一口的感觉，我当场整个我就爆气，我把它冰在冷冻柜。为什么？我要留证据。你到50岁会有他这种正头吗？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经淑女家务事》。